今天就来给你们看一下，我平常聚会、跑趴、去夜店，还有约会，用的就是这个美咖的默默无闻地面唇釉。看我一次就买了四支包色，四支颜色都是超级无敌美的。哈，我现在马上抹给你们看。很滋润，你们看啊，它很快就干了，然后就有这种雾面的感觉，却又不干裂哦。颜色整个饱和度啊、很 OK 耶，虽然没有到完全不掉色，但比起一般口红，它还是挺能撑的。我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来，我告诉你，我买过其他专柜的口红。犹豫，一定要换美咖的雾面唇釉，就这支，我推荐这颜色超漂亮，让你试试的大口喝，遇到帅哥大大方方的喝倒他。来，你看看，看到我的口红吗？没有啊，这个透明的唇形。这样你们才知道什么叫做抹了不会尴尬的口红。